黄色。因为他们被这个小鸡吸引了，然后非要买。你好。地儿会不会插死呀？你别让它插呀，对地儿哥来说，它就是冻干儿。得稳当点。嗯，得稳当点。这个真香呀，地儿哥，你看他使劲闻，还舔嘴。不能吃劲。你来看，有笼子，它吃不着。吃不着了。它吃不着。看它舔呢。那肯定舔，真香呀，地儿哥，这什么玩意儿这么香啊？小鸡都没有妈妈，这儿是不是一股鲜冻干味儿？鸡肉罐头，照照说。看这只猫，它是谁？啊，特别可爱。然后呢？它就，哎，哈哈哈哈，就对折了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小鸡给你。赶紧给小鸡喂食物吧。弄得好像很专业一样，其实不就是开水泡米吗？胖妹在里头喂小鸡吃饭。把他们都给轰出来了，棍棍呢？我找了一圈，我也找现场法棍，后来发现还在这儿。滚滚，怎么不出来看看小鸡呀？好家伙！都在这排队看呢。宝，肉肉，你怎么不跟弟儿玩了？看小鸡呀、啊！完了，我弟儿哥失宠了。弟儿说想肉肉，你可以去陪弟儿玩吗？完全听不见。弟儿，直接把你关外头了。别等着你看小鸡呀、啊！开门。快出来！无效。哟，不让看小鸡是吧？把你给扔出来了。那姐姐不让看小鸡就算了吧，咱们吃好吃的呀。咱们没有小鸡，但是咱们有火鸡呀。火鸡口味的冻干，你别老惦记姐姐的小鸡了，那个真的不能吃。来来来，帕特的生骨肉冻干，还好有这个火鸡味儿，生骨肉跟那一个味儿啊。吃吧。这两天给宝儿姐剃了毛，剃完毛以后我才发现，原来宝儿姐坐着的时候，她的肚子其实是放在地上。看看，你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对。你看见了吗？宝儿姐坐着的时候，她的肚子其实是放在地上。这儿这一坨就是肚子，其实真的是放在了地上。你看，宝儿的肚子，宝儿，这儿我找你来吃饭来了。
他们每次都最后一个吃，是吧？要不然人家身材管理的好呢。你上面去。你们几个怎么又堵门口去了？